来自惠灵关国际的新住民，今日成立张丽生竞选馆长候选会。一透早，大家就做伙来到张丽生竞选总部，赠送好彩头以及包啊、肉粽给张丽生，预祝张丽生会当顺利当选后一届惠灵馆长。张丽生当选，丽生丽生丽生当选当选当选。张丽生一向真关心弱势民众，对新住民朋友更加是全力协助。过去针对新住民举办各项职业训练、语言学习以及亲子活动，让新住民会当适应伫森林的生活，感受到亲友的温暖。这次张丽生参与馆长选举，包括大陆、越南、印尼、泰国等各国的新住民主动发起成立后援会，全力支持张丽生，帮我们申请活动经费，帮忙个案顺利争取。姐妹们都很感谢赵委员的努力，所以这次阿三姐出来选县长，我个人要呼吁在云林乡所有姐妹们能站起来支持阿三姐。刚开始我们成立协会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那时候来找丽善来帮忙我们成立这个协会。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陆同乡会，他们要成立协会，我们感触很多很多，真的。那我们成长了很多，成长了不少。那这几年来，丽善真的很关心我们，所以我们才要成立这个新移民后援会，然后。大家姐妹一起站出来，来支持丽善。她就像我们的大树一样，给我们有了依靠。她就像亲人一样，给我们有了家人的疼爱。她就像阳光一样，给我们有了温暖。她就是我们的希望。请在座的各位姐妹支持丽善，谢谢大家。张丽生表示，新住民非常不简单，因来到台湾以后，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扮演支持家庭主要的力量，唔但爱友好大家官，佮会帮助红世，是一个温柔佮坚定的力量。台湾人更加爱以同理心来体会新住民的艰苦，帮助因融入台湾社会，成为咱的好媳妇。未来呢，我们每一个乡镇呢、要有一个福利园区，那这福利园区当中啊，就会有一个新住民的一个服务平台中心哈、那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什么？我想哈、借由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就要让大家哈、不断的开课，有识字班、语言班，还有我们的文化哈、关怀的这个部分，让大家很尽快的融入哈、我们云林县，融入我们台湾呐、这个好地方。那甚至人际关系也可以拓展。再来呢，我们也要哈、就是跟我们的就业服务站来结合，让我们哈、能够有一个媒介啊、做工作的机会。那甚至呢，一定要训练各位的一技之长啊、一技之长。因为呢，我们要有我们的技术哈、有一技之长呢，我们才能够哈、更好在经济上面没有担忧，没有后顾之忧。张丽生强调，伊提出一项镇一福利分区的计划，将设立新住民服务中心，提供包括识字班、语言班、人文课程等服务，鼓励新住民早一日融入台湾社会，并且和就业服务站等单位合作，设立外籍配偶技术班，让新住民会当学习专长，有经济能力，谈好帮助家庭。张丽生 bisa menjadi gubernur di Indonesia。Kita orang Indo pilih Chang Li Xian， 加油加油加油！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ะ หวังว่าพี่คงได้รางวัลที่ดีที่สุดค่ะ Chang Li Xian Chương Lê Thịnh được làm huyện trưởng huyện Vân Lâm và tương lai của tốt đẹp của chị em mình giấc mong sức mạnh của chị em祝 Chang Li Xian 高票当选，祝 Chương Lê Thịnh 高票当选，Chương Lê Xian高票当选，祝张丽生高票当选，赞！